さてと、さあ、どうしてこうな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。わなんだちゃ。对不起，我今天要道歉很多事情了。走开啦，蹦江！走开啦，蹦江！晚安，早安大家。我今天原本说8点半开播，对不对？没错。然后今天7点到家，然后，哎，不是7点，7点半到家。然后想说，我睡半个小时以下。然后就睡了，我就睡了几个小时了。对，我真的睡过头，真的很抱歉。我以为我有设闹钟，我看一下，然后我有设吗？我设闹钟吗？晚上8点5分，8点22，有，我有设闹钟，我可能直接按掉就直接睡死了，真的很抱歉。放假没得呢，食べ物じゃないじゃない、食べじゃん。这2天都担心你的，很抱歉。你脚还好吗？看你拍合照都蹲不下去。哦，对，我没办法，现在没办法跪着。不开健身有看到小白吗？有啊，気にしないで、ありがとう。可能现在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大家看有没有看出来。可能看不出来，反正他现在这边肿起来，我先去搬东西，因为有点痛。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刚刚睡觉的关系，我其实这2天最痛的是今天的中午还是早上？对，受伤好休息，不要勉强，谢谢。就是昨天刚受伤的时候，就觉得还好，也不是还好啦，说实话，就当下超痛嘛，然后一直冰敷，一直喷酱。谢谢杨哥送我的手礼。报道晚安，辛苦了，你今天很棒，谢谢。昨天什么时候受伤？就是快要8点的时候，我拿到你的签名声鞋，耶！是硬签吗？还是纸笔？我忘记了，这次好像只有硬签。卢卡辛苦了，谢谢森尼。别说晚安，先晚安。有到隔天是最痛，对。反正就是昨天，经纪姐姐密我，你还好吗？然后我想说，虽然很痛，但是，勉强可以跳舞，就是走路目前没有到那么痛，可能，但是可能就是跑一跑就会很痛，或是踮脚什么的，对。所以，反正我就跟姐姐说先看，然后我的对位是云爵，然后姐姐说，那个我姐姐帮我先跟云爵说一声，就是可能要有心理准备这样。对，然后我今天早上。起床，然后就是往公司的路上要走路嘛，然后那时候发现，哦，现在不行，连走路都那么痛，要怎么跳舞？对，现在很肿，现在很像大象，就是跟，单看右边可能看不清楚，可是跟左边比起来就真的差很多。
对，就是还好他跳得很稳。你牛到马上没有啊？怎么可能？昨天那么忙，我昨天真的痛到没办法，就是只能冰敷，而且那个时间真的，到底哪边有开？抱歉，我就一点担心，没事没事，一点很痛，我当初扭伤快一个月多好。明信片随你缴吧，哦，明信片今天缴，对，我问姐姐能不能改成今天缴，对。谢谢凯毅的告白气球，我昨天看线动也很痛，哎，真的超讨厌。谢谢你的玩手礼，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。今日は2曲でも見れて嬉しかった。いやそう言ってもらえて本当に嬉しいです。うちはも見れて嬉しかった。谢谢安的玩手礼 ，Echo 晚安。有家就好，那周这周应该可以收到生日题，希望可以。我担心你都没睡好，昨天确实没睡好啦。虽然昨天有时间，可是就是我昨天在冰敷啊什么的，然后就真的没办法早点睡。嗯，有大有空的时候还是要看医生。我在想明天早上应该要去看。下周六还有生日会，你这样 OK 吗？生日会还好啊，就不可能，我相信那时候的痛不可能跟现在比，对，反正顶多走路会痛吧。嗯，今天接受的时候感觉你这个怎么念不知道，是不是太累了？嗯，其实还好，因为我只有跳两首，所以体力应该说身体没有那么累，但可能心有点累。嗯，希望是礼拜三就出货。坤坤晚安。真的要好好休息。嗯，我昨天一直烧香拜拜。其实我昨天有去拜拜，受伤前跟去附近的土地公庙嘛，说希望这几天的公演顺利，然后我身体也希望不会受伤，也不会生病这样。结果没想到过了几个小时我就受伤了，我真的超傻眼，想说怎么会？今天眼妆很好看啊，真的吗？あんな後ろのうちは見えるの？あの自分の名前のうちは見れます。是该去看一下医生，以后要不要我帮你收衣服就好，希望早点好，一个礼拜后应该会好一点。应该要跟孩子玩的。啊，谢谢强哥的啾啾你哦。应该要跟孩子玩的，那个叫什么淘什么爸，来收衣服。一周后希望好点。你演公你演公演下台的时候就有点对，就真的很痛，反正长得很像，但是你感觉有点生病累累的啊，那真的有可能。这些晚安，小小晚安，一晚安，就是心情不好啊。So this name that is 好人晚安。下次抓碰见要小心，那个椅子也很可怕。啊，你说这个吗？好啊。如果可以还原一下 MC 的动作吗 ？MC 的动作吗？哦，等我一下。吉风亮晚安，强哥谢谢送我抽抽你。誕生日你是干麦过手，看到你说你爆哭，我好难过。对啊，想说我每次公演前或是公演当天，我每次都会受伤。谢谢强哥的啾啾你。我想一下，我上次受伤是什么？我上次是受伤旧伤。谢谢 CC 的忧伤。对，上次上次啊，十二月是这边。对，而且是跳舞的时候，拜完结果受伤了。对，我应该不该去那个土地公庙？还是因为我家附近有两三间土地公庙，然后我昨天只去顺路的那边。
想说是不是不去的那边的神生气了？谢谢阿比的告白气球。还是我也不知道，还是我拜拜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特别带了什么食物什么的？原来你会去拜拜，有时候就是顺路就会。你昨天哭没有把眼睛哭肿了吗？搞不好今天有点肿，今天好甜，谢谢。不过公演还是算顺利结束吧。以后直播不用赶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是真的睡过头。代表这次结束下来都会健健康康，讨伐，谢谢啊，讨伐吧，谢谢强哥的香槟，送你一台烘干机就不用晒衣服了。看一下哦，谢谢烈滚的告白气球。等我一下哦。还是哪里呀、啊？看不到留言。那你原则还在那转圈？什么意思？我家晒衣服是降，升降的。你下次找妈祖庙土地公可能不保，有日本人。差在哪里呀、啊？谢谢雷滚的一封信，谢谢的好忧伤，小事化大事。我这个月也都很不顺，没事，没有每次啊，所以是站在紧张旋转椅子上吗？不是，我站在我买电子琴的时候送的那黑色的椅子，那确实有点不稳了，一定要站中间。我是要下去的时候从椅子掉下来，对，然后从右脚的。从右脚掉下来，硕婷晚安。我劝你十二月初练排球太牛，没完全好就去练球，现在还是不太舒服啊。了解，对，打排球吗？啊，不是，哦，你说排球，对不起，排球，打排球也很容易扭伤。我人生中有的最严重也是打排球的时候，但你真的很常受伤。你敲到麦克风，相较之下，我心常受伤，好像就还好了。你看到你流心超心疼，超心疼。你真的好像常常都带伤擅长。谢谢雷滚的爱心，一颗心。我去马路考完安拜拜，好，强哥辛苦了。隔壁的生气了吗？另外两间土地公走心，你可能走错土地公的地盘，真的有可能。每次你受伤完就会换我受伤，我这几天要小心，别想太多，运气不好而已。可能土地公听不懂中文，没有，我真的全部都讲中文，就是一开始说我是住在哪边的公田刘家，然后说。我再过几天有两个活动，一个是公演，一个是生日会，希望我都不会生病，然后也不会受伤，都可以平平安安的过，这样可能只是帮你两在而已，这次接受就平安了。出演曲少なくても MC で爆笑できた大きな爪痕你可能知道别人地盘的。我今天晕到，我现在昏，还在雾眉。沈眉拿到饭沙就生气了，下次你摆个少男杀手 pose 在拜拜的时候，不行啦，这样，在这时候就不要这么差，不会再这样了，不要想太多。因为这几天真的发生了超多很倒霉的事情。看一下哦，我是念到哪里了？对不起哦。谢谢安的猫铃铛，下次要给土地公犯傻。或许已经染掉了大的仔，也说不一定，也对，也其实有可能，我只能这样想。
就是嗯，因为我快要去日本嘛，我快要回日本，所以就是回日本是一件开心的事情。然后现在可能就是因为有开心的事情，所以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嗯，但是对啦，算小事啦，对对对对。你现在一个人住是蛮担心的，樱桃猫晚安，快点再说妈妈吗？你早上上班下车用右脚下车不会痛吗？右脚下车吗？嗯，就是右脚是用某个角度才会痛，对，但应该是蛮不可能完全不会痛啊，但是我一定要走路啊。我想一下哦，嗯，应该是我左脚下车，右脚不是要撑吗？搞不好我这样比较痛。我觉得今天 MC 有进步，谢谢。看不到 MC， 让我想到浴缸你站，茶香也是快跌倒。今天 MC 真的超好笑，不愧是鹿卡，谢谢。莫涵晚安，所以你要好好休息，不要增强，不然会很不良。嗯。还要开直播吗？明天晚上吗？要。去年我12月扭到脚，到现在都还没很好。这个就有点久了。今天车速很棒，希望下个月的卢卡身体状况 OK。快到快起飞了，怎么你们都很少看我直播吗？谢谢卢卡的啾啾你，小吉晚安。是不是土地公勉强到票在生气？土地公那边的光铁人家，那不是我管的，抱歉。这种时候我就会玩好处想，至少没有太严重，到公也不能出席。我觉得全台湾应该只有一个光铁人家，不用讲太多细节。等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，我现在是哪里？我刚念哪里？我刚念这种时候我就会往好处想，至少没有太严重，到公园不能出席。对，还好我还是可以走路。对，就是跟我没有检查，所以不知道，但我相信骨头应该没受伤。我觉得全台湾，我讲这里了。对对对对，体調が回復することを祈り、次お誕生日お祝いし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丁小雨晚安。你又发生什么事？自我介绍可能要用 catchphrase。下礼拜日没人直播。下礼拜日吗？我想一下有发生什么事，好像没什么。连我都没有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四月开始就没好运过。我也是啊，开始担心你后台咖啡那个惨。长到不行的楼梯。捻在最初冷やして痛みが引いたら温めて。あ、そ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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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痛みがでも引くのってさ、なんか大体本当は3日とかよく言ってるけど、本当に3日引いてもまだ炎症してる場合とかもあるからさ、なんか本当に自分の体と相談だよね。そう。なんか何日後とかは絶対にあれ。みんな違う怪我の具合によって違うからね、温めるのはもっと後だと思う。私の場合要生日了快乐一点。今天 MC 如果通知我晕会有一些小小的意外来综合一下。我是这样想，对，搞不好我未来会中大奖，大乐透什么的。哎，我是不是因为这样想，所以说土地公就有点生气。礼拜日没人开，我是不是因为我是开22号，所以才会没有开礼拜天？我记得礼拜天没什么事。你家里有什么之类的吗？减少脚的负担？没有，但应该没有夸张到用那个。DMC 超有趣，谢谢。我们这排都不知道那时候在做什么。对，因为我们人比较多嘛，人变多，所以可能这排的
就是都会被其他成员挡住。谢谢 M 先生的啾啾你，因为明天又可以见到你了。对不起，我原本今天打算开两个半小时，结果应该是没办法。大家一直讲 MC， 但是我什么都没看到。说侧牌的都是这样，你是不是第一次做侧牌？什么今天 MC 吗？無理しないで、でも生誕祭は少し動けたらいいのにね。多分大丈夫そうな。多分今日が一番痛い日だと思うから。今天要开多久呢？至少要开一个半小时啊。对，明天再开久一点。好。他整个什么人在座位上？哎，什么意思？没事啊，你早点开完，早点休息，有看到你就很感动了。我刚刚已经睡饱了，现在还好。彩排我有看到一点点。我在学校下坐姿。你们的刚好对位是，就是摄影的对位是笑的对位是就是摄影，对不对？今天要感谢 Luca 的饭赏。记得摄影中间有睡着过，是不是学校下看旁边？今天超想卢卡，卢卡待会又要熬夜吗？我觉得不会。艾瑞晚安。整个靠在柱子上，两眼无神看公园。艾瑞晚安。图斯还滑手机。我们是后台门神。看到那个 pose， 我还以为是排球甜心。谢谢艾瑞的送我很多那么玫瑰，外在山顶。我那个位置也只能看旁边，正前面大部分时间都没人，或是只能看到我们的屁股吼。不是整场公演前面都没有你，没有你，所以我都在放空。真的很抱歉，我原本一开始到公司的时候会跟姐姐说，麻烦帮我跟云爵说，可能最后两首比较激烈的歌，我可能要让他上场。可是我仔细想，我到物美仔细想一想，其实比较可怕的是前面四首，因为一直都要跳来跳去，然后说哦，那前面四首也不要，对，然后后来觉得跳一跳，我一开始有试跳，觉得哦真的不行，真的就是我跳舞的时候一直在想，就是脚的事情，然后也走路就会痛，对，所以觉得。好，那就两首慢歌跟uni 曲好，对，但我是跳 uni 曲，觉得走路卡卡的不非常的不好看，然后有些转圈也真的不太好，虽然我的 uni 曲是跟其他 uni 曲比起来没那么激烈，但是今天真的有点痛，所以就说。因为我的对位等一下，我的条码的对位是祖祖，对，就是真的是刚好，然后祖祖在场，所以他就当代位，他就帮我代位啊。看到你看过来，心脏都要停了。虽然你说不会熬夜，但你刚刚睡那么久，真的睡得着吗？应该可以吧。这种位置只能看背影。谢谢克里斯的钻石玫瑰。我都在想这边要怎么喊扣，结果几乎都是靠云爵在撑，后来变成对。我今天告诉自己下礼拜就能签约，真的好心疼。我刚现在好多痛みが全然想像できない。もうね、ダンスが踊るのが本当に痛くて。哎呦，小峰晚安。条码走位有点多，虽然对，就是最主要是走有点多，而且一定要那个拍子上，这个就有点困难，因为我那时候只能走慢慢走路，快也就是用快点走路就真的会痛。第一首整首都在蹦蹦跳跳，没错，
对啊，真的要感谢他，辛苦你脚受伤，要好好休息。我全程都观察圣人姿势，也很有趣。哇，你这样一定要请好多杯。我今天有请他，对，有。只是想到我月亮场都看不到，我今天整场都好难过。不止背影耶，还可以偷听后台的声音。羡慕雷军要出国玩，期待下次看到你跳台，你跳条嘛，我一定会的，下次。除非我被换掉。对，其实我的位置好像，因为五月嘛，五月两场，搞不好三期生会进来，然后，就是，因为我的位置，说实话，我的位置，其他人也可以跳，对，就刚好这次被安排是我而已，对。我五月出国，但没看到公园小确幸，恭喜恭喜！我才不希望去。我跟你互相错过一次，上次我没看，这次看不到你。我有看到你了，你有拿我的扇子。等你脚受伤要好好休息，没问题。但是看不到，我们的位置只有听到一直很大声的说：“好冷哦。”被换掉吗？就是我的，应该说我的位置不算是固定的。那看到你跳其他手吗？哦，这个是不太可能。对，营运会先说吗？不可能会先说。但我不太，说实话我还是想跳这首啦。对，三级生的风格感觉跟条码不太搭。不可能没有 UNIQ 吧？其实不一定，因为这次，像是有些人的位置，现在我们还是请代位嘛？对对对，对，有些是，该怎么讲？对啊，就是有一些是。可能是子轩的位置，可能是妮的位置，对。反正因为最原本我们 TP 不是 TP Team P 有十几个人，16个吗？不是，我们 P 有18个人，不加丽卡，所以有些人没有不一定会跳到位置嘛，对。反正我就是那个人，对，就是两个人一起学同一个 UNIQ 的位置，对，就是真的是刚好初日跟这次是我要跳那首，真的是这样而已。我真的很想看，谢谢大家的红玫瑰。你不是固定，就是。应该说这样好了，有其他成员有 P 组的其他成员有学过我的位置，对。那这样去看公演，结果看到是别人擅长会好难过。但是对，但我也不确定下个月谁会。擅长，对对对，我不知道公司怎么安排，因为有两场嘛，所以搞不好有一场是我，有一场是别的成员这样。怡真的位置呢，就有可能是我跟怡真跳。我先不说是哪一位成员，因为我不确定他有没有说。话说 Aki 那个 unit 位原本是谁的？我不要讲好了，对，我怕爆雷。反正就是 P 组的某一位人，对，只能这样说。
不要闹了啦，公司我真的好爱你跳嘛，上次听到你唱，对我其实我也很喜欢跳嘛，谢谢先生加送我加油呀。但我也不确定，也有可能就是跟我一起，该怎么讲？也有可能就是这次回来，或是三期生，或是没跳到 UNI 区的成员会学 AKI 的位置，也是有可能。对，反正学位置的人，不是学位置，就是排位置的人不是我，所以我也不能说我一定会，下次也一定会跳到条码这样。虽然是懂你的意思，但说实在，等出场没看到你会很难过。是只有 unit 没有吗？这个应该可以讲吧。我原本选的位置不是这个位置。那你可以去选别人的吗？你说哪一个？你说 unit 曲吗？但是，我学是当然是可以，可是他要擅长的话，我不能说啊，我已经学好了，那我可以擅长吗？不能这样，反正就是我没擅，我应该说有人突然就是跟我一样不能跳，然后刚好就可以跳的话就可以。学了之后开始希望，向往 glory days 跟鱼钢琴。5月に外公演、そうです。金土日だったはず。金土日で、どうやってその分けられるのかちょっとわかんないけど、金曜日1個、土曜日1個、日曜日2個かもしれないし、金曜日1個、土曜日2個、日曜日1個かもしれないし、金曜日2個、土曜日1個、日曜1個かもしれないって感じです。その、どうやって振り分けられるのかまだ発表されてないけど、金土日の3日間で、T 組と P 組合わせて4回公演があるって感じです。所以某些人是固定，为某些人没有这样吗？有些人是，像是熊妹，熊妹啊，因为我们有蛮多缺席的，熊妹、妮妮、怡珍、子萱，有四个人吗？诶，是吗？等一下哦，现在 P 组谁缺？只是上个月美玲条码居然是果果，不是你的，因为我跟美玲不是同个位置啊，美玲是跟果果的同一个位置，然后我跟组是同个位置，对啊。就说这四位，对，不是那位你，不是甜甜圈你，是反正就这四个人，然后我们现在16个人都有，没有没有，然后这四个人其中一位是现在肉肉跳，肉肉在代位那个位置嘛，对，所以是我想一下哦，这三个人。一定是学我们16个人的其中一个人的位置，对，是这样。也有可，没有，对，好啦，先，反正这三个人或是别人是可能要原本是，对，有重复到的位置，没错，没错。然后我原本也是学从复道的位置的人，对，先这样讲，对，这个应该可以讲，但是后来就没有，后来就不是，好，那我可以加推你你吗？甜甜圈你你，听起来有点难过，这样你也会有不安全感，现在是那个 T 组的话，现在嗡嗡。跟法法是同一个位置，他们选全
同个位置放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现在好像都是有分一半一半的样子。本来人数这么多，就是会有重复位置的成员，很正常。对对对，其实一点都不正常。但我说实话，我当初知道我是重复位置的成员的时候，我以为我就是可能这个月是我擅长，然后下个月是另外一个成员擅长，这样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月一个月交换。但是后来好像不是，就是变成前可能前半首是谁谁谁，后半首是谁谁谁什么的。嗯，但我觉得这样有点浪费时间呢。但搞不好他们搞不好粉丝会觉得哦，能看到多长比较好啊，那可以看成员多一天会比较好。对，我也不知道，你们觉得呢？对啊，真的好希望你都可以跳自己喜欢的舞，这就有点困难。不是，对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跳到自己想要跳的舞跟位置。对，但我能跳这首运营曲是非常开心的事情，但是还是需要别组代役。说实话，现在邀请别组代役是因为我们学的位置刚好跟对面，哎，不是跟 T 组，就是我们都有除了 Unit 以外都有对位的成员。像我的话是云爵，所以我受伤，云爵就可以跟我跳一模一样的，除了 Unit 以外，嗯。所以有机会有半场看不到你吗？现在的话，如果休息的三个人回来的话，搞不好。有可能，我也不确定，或是公司啊，因为我们还有对，后来我们还有三期生嘛，我不确定公司是会公司让他们学谁的位置，对，也有可能之后会可能会有半场看不到我这样，对我也不确定，只是我以为你会是单独的位置，我原本确定不是，对。对啊，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，就是稍微当然稍微难过了，就是觉得啊、哦，我竟然跟，而且就是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办的感觉，就是如果我要跳我要跳的话，另外一个人就没办法跳嘛，对，就是虽然是复杂的、啊，对，有点复杂。但现在只剩我，对，现在，然后后来我就学了别人的位置，对，所以我就对啊，就是，所以某一首歌我可以跳两个人的位置，对，就是我原本的位置跟新学的位置这样。但天猫这首，我真的希望你能一直固定。说实话，我也想这样，但这也不能说一定可以，对，但是因为搞不好跟我一起学的成员，他回来或是可能我就是，对啊，他会想唱唱就，对啊，这也没办法，反正就是公司。跟舞蹈老师决定这首歌谁要擅长什么的，对，不是我决定。半首来分，当然不是，怎么可能是半首？当然是一首一首分。只要你很累，干脆一人一场，你还可以少上台北一次。这么多人轮流也是很正常，对，其实一点都不正常，能看到你就好，别人都没关系，我只想看到你开心。如果你没到场的，那我可以不要去，这样最方便。对，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哦，这场刘佳不会上场，其实你甜甜圈这样就可以省钱。
哎，不能这样说啊！对啊，对，反正我也不确定怎么样比较好。对，但我一开始知道哦，上半场可能他上，下半场可能别人上，这样的时候觉得，这样我们休息室会不会太挤？因为人变多嘛。嗯，没看到你这场公演价值对我来说就少了一半，哭哭。我是觉得我的推眉十六手全上，就是老师诗词，整场都有你比较好。真的分一个月去一个月没去比较好，可以省钱，可以省时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说实话，我也是。如果我是重叠位置的成员的话，我是想这样，就是一个月可以上整首歌。就比较有参与感，嗯。其实再怎么说，还是我们公演场次不够多，嗯。只是五月开始变忙了。如果是周日场批准的三级制，可能没办法上场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嗯。反正到时候先看一下日期嘛，对。然后你们再开始猜谁会擅长这样，我也不确定，我真的目前还不知道。好复杂，是这个方法让我晕，还是你让我晕？浓眉晚安。哦，对，最一开始，第一组，哎，我们初日那时候。小慧有擅长吗？有点忘记，还是杰星？再开一对，那组歌就没意义了。对呀、啊，再过几个月，搞不好就有点点重新学嘛，好累。我不知道，但是，一年后跟现在的位置肯定不一样，对，我觉得啦。但是现在我也。现在还不确定之后会变成怎么样，对，所以现在就只能跳我会跳的舞这样。几个月后就会又缺人吧？我不知道啊，缺几个我也不知道。哦，对，都忘记之前是三组，难怪你这么累，原来还要这样学。有小慧前座 C， 小慧 P 前座 C， 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像这次小雨两天都没有，下个月分两场，也许就这样玩。要猜谁会上场，真的很痛苦。买错会，应该会先说吧。嗯，公司喜欢开两台车，一次载一堆成员来乌梅。礼拜四晚上没排公演，可惜。正式生不给跳全场也是有点奇怪。我当初被分的时候，我还不是正式生啦，对。就是我之前有跟姐谈过，就是那时候我是研究生，对，就跟公司讨论，就跟经纪那时候的经纪姐讨论过未来的事情，嗯，反正就，哎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别忘了之后还会愿意洗牌，有可能就是像跟上次 reset 公演一样，也是有可能，但我也不知道。我是不想换了，说实话。嗯，我也不太想换位置，就是。那个条码的位置，其实三号还不错，有自己的 solo part， 一号也有，但是我觉得三号比较好。啊，但是跳舞的站位的话，当然一号跟二号比较好，三号就是不会站中间，对，副歌的时候不会站中间，对对对。所以卢卡在舞台是看的我们的拿应援物吗？好奇你是怎么认人？我当然是先看应援物。因为脸有点糊糊的，仔细看可能才认出。猜错可以直接走人吗？
反正我能去我都会买，我不想再错过了。一真辣莫那次，可是我那次真的有啊，我也因为我也不能说我会来啊，但我有提醒你们，你们一定要来。当初还太菜，已经在考虑未来的事情吗？一真苦笑，现在就是他们在欺负我们卢卡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。那时候我也不知道，我待好像就是rumor 也没上，然后公演。也是这样的，那时候反正就说我因为现在还有很多，那时候还有很多正式生还没升格，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入门也没上，所以觉得我能升格应该是可能是两年后三年后，我也不知道，想说如果继续这样的话我可能真的是升不下，反正就是有讨论过。已经不在的可爱脸姐姐吗？哦，她的绰号是可爱脸姐姐，对啊，对，应该是她。换位置还要重新记，多麻烦。嗯，我是非常讨厌重新记，但是有些人学舞真的非常快，像是雨林，她这次好像代位谁的位置？麻油的位置吗？对。他可以一次学别人的位置，真的是很厉害，而且是短学，短短的时间。没有，他之前是不是学跳美玲的？第一次是不是他带魏美玲的位置？有点忘记了，反正雨林真的很厉害，他学舞很快，然后也可以，也不会搞混。哎，这首歌我是要站哪里？这样。我看一下哦，这里比较多你的盆盆，不想换前面一点的位置吗？你说条码吗？条码其实因为只有三个人就还好，就是 C 的一个个人 part 跟三号的个人 part， 我会选三号的个人 part， 就是一号跟二号都有也是有个人 part， 可是。都是偏低的，就是开头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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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就比较，就是旋律还没刚开始的旋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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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从那边才是就是真的哇，要副歌了那种，嗯，就是。应该有什么？主旋律，欸，我是会分 A 旋律、B 旋律、副歌，对 ，B 旋律比较好。我都是有接受到你提醒才听。我记得手牵手去年很早很早知道吧？对，很早很早知道。我的重点是前面的话，真的没想到还好有舞台剧加持。对，是而且那时候还不知道我要演舞台剧的样子。我想一下，对，还不知道。谢谢阿瑞送我们手礼，也许是因为你有去讨论过加快两年升格时间。哦，这个不可能，因为我升格的时候，那个经纪姐姐不在啊，而且要谁要升格也不是他决定。对我也不是谈过，就是稍微跟姐姐就是讲一下我现在是怎么想这样。而已，只要努力就会发生奇迹。如果你没有专访老师，我以为你们自己画的。有，可是化妆是自己画，发型就看人，有些人就自己用，有些人是就是专访老师会帮我们。谢谢图示的一颗心，雨林也带一很多首，对，而且每次。而且不是他原本的位置，雨林的对位，我记得是，我想一下，我是谁啊？雨林的对位是谁？我突然想不到，哎，是谁啊？
T 组有谁？好吧，好了，我忘记了。他有带巧克力啊，巧克力的话，他是原本的位置。啊，对对，巧克力是他跟柏林是同个位置，对，但其他手他不是跳柏林的。其他手他的对位不是柏林，可是他好像前面几手跳柏林位置，对。雨林学舞本来就很强，真的很厉害。蛮有对位，我记得是例子，对，没错。雨林以前就学舞蹈，但是学舞蹈有学过舞蹈的不一定学舞很快。那这样本家的大家真的都超猛，他们大部分都要跳不止一套。你说本家吗？嗯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其实应该说本家比较，本家才会这样固定人，而且他们人比较多，所以也很少原本学过这个位置的人先去那边，先去，然后这一场去那边，然后下个月公演去那边，是不太可能的。嗯，卢卡，你没有赚啊？这个刚刚好，跟你们讲，谢谢一凡的告白气球。今天在后台有什么有趣的事情？没有，我几乎都在走路啊，不是，我几乎都在坐着椅子上。春山前辈就是最夸张，16位置全学那种。哦，你这个就真的很猛，我是绝对没办法，我一定会搞混。16位置哎，真的很厉害。但可能跳之前还是要复习一下啦，对对对。但是这样就有点像那个舞蹈老师啊，舞蹈老师也就是16位置都知道。今天晚上能看你直播，我也觉得很幸福。那时候你还不知道你要演，对。张鹏老师，今天只有两位，需要抢吗？要排队。卢卡都三个了，我还没升职招费，没有啦。我觉得是。嗯，我也不觉得我之前没有升格是因为我很废。对，晚安吴哥哥，晚安。喜欢卢卡化的妆，开心。小学有学舞蹈啊，我真的一点点而已，本家常数多。公演居然要自己化妆，公演才会自己化妆，现在是升写真才会才是妆法老师他们帮我画。好像的操作真的是看不懂，嗯，是哪个部分？本家是每场公演人不太一样，但是人的位置都差不多。对，没错，就是因为他们也有研究生，他们的研究生真的是学正式生的位置，所以每个正式生几乎都有自己的 under 成员，所以他不行，这个正式生不行，研究生就跳他的位置，就算是 C 位也是一样。我记得是我的，对，好像是这样。今天有看到你打果果屁股，我没有打，是什么？那今天有拍照片吗？有。卢卡坐在后台看荧幕，舞台上大家表演。哦，我知道了啦，应该是纵使那时候，就是只有那首歌我们要站第一排，可是那时候他站第二排，所以我就稍微提醒一下，是第一排哟。卢卡坐在后台看荧幕，舞台上大家表演吗？挑吗？我有看，我看了就难过了。TV 也有人会所有位置的吗？不太可能。除非他要自己学，可是学所有位置没有用啊。卢卡升学业配还会再发吗？应该是不会了，能用的照片就那几张，说不定改天就意外升职也是有可能。你们的升格条件比较严，嗯，我也觉得。
我的功劳都被拿走，没有机会哦。这个人就一定很生气。本家现在人数不足，现在都八人公演哦，是这样吗？只有八人哦。TP 也有六人公演呢。你说笑灿吗？而且我不是用打的好吗？因为你这样讲，很像我在欺负他。每次公演看 Luca 的发型都喜欢。他们研究生是独立一组哦，是这样哦，还是现在已经变了？那是 Luca， 对对对对对，也没有赶过去，就是提醒而已。因为那时候其他人已经站在第一排。是说你的硬牵手，牵手怎么很？很新名体哦，对啊，但那个不是打的，那个是用画的。有吧？那是不是我没有？不是用打的好吗？我看条码时有点难过。看到你没上场，我有点失落。不可能啊，不难过不难过，下次换你回来跳。我也看着手上的扇子很难过，但还觉得幸好你没有受伤，还硬跳。嗯，谢谢你。现在本家一场都是八人，而且好像也是。哦，回来是要人打算，不然我要怎么办呢、啊？我要这样吗？啪啪啪，跳舞的时候哎、欸，我也只能这样啊，就是，也不能这样，这样就很明显，我也只能这样。去年剧组有一次只剩六人，哦对吼，可是那个六人的位置是原本是16个人的。舞蹈改编六人版吗？对，可是那时候有待役，所以不能说完全部都是六人。现在是17一起独自公演哦。我看一下哦，卢卡字是用秒的吗？哦，对，没错没错，我的字是用秒的。就是因为我们要全部都要用自己画呀，那想说反正我的手牵手牵的好难看，想说那就用描的好了。你没有出现，我以为我都默默收起来了，哭哭。还好我也想拍哦，不是说被拍，怎么都不太对劲。你想拍姑姑是不是？我今天荧光棒都不知道要切什么颜色。你没有打，那只是稍微拍一下，不要在意哈。不知道那次六人我也没去看，只能说老师很厉害哦。对 对， 對，本家公演直接只有八人哦。那场有代位吗？六人那场真的蛮很拼。有啊有啊，当然有啊。除了搬家了之外，好像都是十二个人，还是十个人，我也忘记了。十个人啦，对。你不要在意啦。上次玲玲那个一样，不要太在意，好。因为讲的好像我做了坏事一样，我明明没有做。如果我给你拍，我是说安慰的那种。疫情前16人，现在变8个人，等于每个人 loading 变重。看到卢卡出现才拿出绳子。看到天马没有你，我那时也不知道后面有没有机会举你的扇子。你也是意外，大家都互相帮忙一下好了。我喝口水。天马没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应该是最后一首才会出来。他还有猜对 ，MC 我靠在栏架上，你突然转头过来，我吓到。这么多人的团体，这种时候才能发挥出人多力量的。
你一出现大家大喊，我超开心。我不管怎样都举着你的应援物跟荧光棒，谢谢。除了与你举，好了好了，好热好热。对啊，今天的平衡的少年杀手不是真的有点可爱，我真的吓到。原来这就是王大偶像，哎，我没办法，我真的没办法。看到你没事才比较安心。老三的应援有听到吗？临时想到的。我们在后台真的没办法听到你们的应援，所以我想，如果可以打的话，希望我想看文字，嗯，今天没看到，好可惜。你再做一次，没有，我就想说。我就说，就是我是这样呗，哎，我忘记我是这样啊，不，好像是这样，对对对，就是看起来很正常，但我说我其实在挤奶，就是少男杀手嘛，这才是少男杀手。哦，他们说祝你早日康复。哦，真的哦，我这么感动，很可惜我没听到。但我也只能看到平寒的背后，但是我有看到他转一圈。我比较喜欢你的，虽然那个衣服根本挤不到什么东西。我原本有人会帮我吐槽，可是你这样没东西挤啊什么的。但是没想到你们的反应有点大。到卢卡突然说，我也来不及拿绳子，后面就拿了。老三坐在我隔壁，我听到超感动。应援要坐在我那个位置，后台才听到。OK， 叫老三打给你。嗯嗯嗯，很期待。人受伤都难免，或都有公演，卢卡 OK 的，嗯，谢谢你。对啊，五月这样，五月才可以好好跳舞，是不是排球甜心？侧面没办法看到完整动作，对啊，很可惜。一家的那个也很好，很好笑。我们还没杀日历，他就直接摆个 pose。然后我说：“哦，谢谢谢谢，你可以了，可以了。”那个动词到底还被杀手刚好过十一点引擎发已经再度发动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脑袋也是牛的画面，难怪你只能杀到我们这些老男。开车开车，阿飞杀手吗？不要啦，我上次已经比过了，好的，可以开车。没事，下次再一次。你都受伤了，怎么还有人会吐槽你？被大小姐教坏了？没有了，我平常就这样。只是我以前在公演不敢。因为公演很少人开车，是？对，是没错。对啊，对，就不是每个人都平常看我开直播的样子，对啊，偶尔开是没问题啊，对啊，就是不要开太恶心的就好了，我个人是这样想，不要太恶心，然后不要伤害别人，就，对啊，对对对。我真的好喜欢你。好喜欢你麦吗？你连在旁边听得很认真给别人啊 ，MC 哦，了解。那个集是有 re 过吗？笑翻没有，所以我相信成员都吓到，想说怎么突然，这个人怎么突然这样？对，我们都没有，居然不是啊？你说，
想，如果我是第一个做的话，搞不好会这样。就是说这其实这才是标准答案什么的。但是因为平衡跟一家做的太，平衡做的太可爱，然后一家做的太好笑了。所以就是做这个就有点少了什么的感觉，而且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梗。我还想了一下，我是在看直播吗？哎，好了，打排球只是没有，打排球是这样。我那时候好像就是，就好像忘记。这样吗？啊，好像是有点忘记，好像是这样。你极限MC整个 level up， 你以前就开花花，没什么不敢，以后就开MC可以期待了。但我觉得这种小小效果很棒，你开的分寸很刚刚好。对，不能再超过。谢谢盛远的香槟。以后公演可以多开一些车，所以在公演开车第一人吗？我不知道，谢谢博成送我汤雅的《赫尔乌斯梦》，搞不好之前也有，但我真的不知道。好玩的可以啊，车速加起来，女生也会不舒服那种。对，下次开高铁，这种车型务必让我跟上，安全带系好，准备起飞。大家对你那段。饱受好评，我都说这只是平常直播的一半。姐姐没有答案是吗？嗯，什么意思？车速太快吓到啊！一开始会先说，我可能会这样说。对，就是一家其他人会想主题。如果你是实习生评审要做什么，你会问什么事情？对我们都只会答。像是我们都只会打大概而已。对，像我的话就是请摆出少男杀手 pose 这样。对，所以也不知道就是也不知道平衡他比什么样的 pose， 一家比什么样的 pose 都真的不知道，那都是随性的东西。平常反应超好，超喜欢。当下我赶快看姐姐有没有平板，还是留家下台。可以伤害我。那时候表情是怎样？我太远没看，没有，就是装可爱啊。就是我没有特别做什么性感的表情，就是看起来很正常，对，很正常的 pose。然后就最后才说，我其实刚刚在挤奶。对，这是挤奶的 pose。那你两只手有必要碰在一起吗？你说这样吗？或是这样？可是这样就有点过明显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有点明显，或这样也有点明显，所以我才一开始才这样，好像是这样，对。一下。哈啊！还我那个单数 MC 还背得很烦恼的卢卡。其实要看主题，像是这次主 key 的一家很会主 key， 对，这个是比较可以随性的部分，然后也可以跟别人聊天，就是像这种 MC 的话，我大概讲我要讲的东西，然后可能自己单场选谁表演，这样就真的这样就好了。只是有些 MC 像是通常 MC one 都要全备。对，但我这次没有上 MC One。之前要木村阿姨的简称“纯姨”，那个车速已经快到车尾灯都看不到了。木村阿姨的简称，这个，是哦。
其实我这个有点不太懂意思，对。这些问题搞不好真的会变成是其实人只能选的题目。如果现在还是会烦恼好吗？我 MC One，我其实这次 MC One 就连假做了什么？原本是这个嘛，因为我原本要上台，我这个想了很久，因为讲了什么都有点不好笑，就感觉没有那个重点。当下没听清楚在讲什么，我还去选武奇申请卢卡当面对我开车车，欢迎。这提议太真，不是其实吧？手臂弯下来就可以一起，都不明显，不要问我。没有那个衣服真的不是，那个衣服真的什么看不到什么东西。对哦，但是如果我们那时候穿比较性感一点的衣服的话，我搞不好不会做那样，因为这样就有点太超过。我们就是因为刚好穿得很保守，我才可以摆那个 pose。对对对，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。你自己的时候好像也很紧张。哦，对，我以为说别人说好，那刘佳先帮我自我介绍吧之类的，结果。就是出去前一家说，我先给我让你先讲话。我想说，哦，我要自己讲哦，吓到。对，我原本 MC One 要说什么，因为我连假真的没有做什么，我都蛮在家事啊，什么，什么煮饭啊，睡觉啊。去外面倒垃圾啊，睡觉啊，买东西睡觉啊，然后连假就结束了，这样。人家说 P 组就是看 MC，哦，真的吗？T，我想一下，T 组现在是谁主 key？面面吗？感觉面面主 key，面面也很会主 key 的人，还是七七？没有，我开玩笑的。如果看 MC 能没压力，当然很好。对呀，对呀。千万不要念出来！我刚念出来，对不起。你可以说 FG，然后跳一段，跳一段。FC，那可以还原一下原本的廉价 MC 吗？就跟刚刚我讲的一样，差不多。对对对，他说啊，有休息，有，然后就好紧张哦，怎么突然很紧张？反正说。反正原本想说有足够的睡眠时间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，对吧？对吧？之类的。对啊，这连假做了什么？除非我出去玩遇到什么好笑的事情，不然这个主题真的很难讲到重点。不是两只手肘一上一下，两只手肘一上，这样吗？你一直做这个动作，我快是这样吗？等一下，两只手肘一下，哦，这个哦，两只手肘一上一下，他说你的手肘能不能互相碰到？哦，是这样哦，是这样。手牵手有性感的衣服吗？手牵手好像没有性感的衣服，对，独自住的衣服就不行。对，独自住的衣服，然后我就这样，然后就确实有点太超过，也有成员说连这样都是在当废人哦，真的哦。越讲越普通，在 P 图都偷一点一家的 MC，可是他的 MC 不是每个人都能，每个人都可以学的，对对对对对。读书时候其实还好，有神志挡住，好像很多人都在睡觉，几乎都是睡觉，连家都是菜市场买的，买菜倒垃圾被误认成打扫阿姨啊，对吼，这是连家的事情。
连假发生的事情，对，我应该要讲这个。我穿的很随便，然后素颜去倒垃圾，真的被认成就是攻读生的打扫阿姨。哦，这真的就是七七跟面面，也不是，也是不少人都没出门。我是看那个大家，对，因为我在后面后台，所以我也没在听。没事，你没有念出来哦，真的吗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意思了，是我刚才雷军打的那个是错的，对不对？了解了解。啊，这个就有，对，确实有点，如果不是故意的话还好，如果不是故意的话还好，对对对。对，因为就有别的意思嘛，对吗？没事啊，你讲什么都会笑，没错的，每天睡到自然醒是最幸福。你可以说遇到旨意啊，可是旨意不是每个人，平常看我直播的人，但可能就是知道他是谁，可是很多人就，对啊，应该是十分之九的人应该不知道他是谁嘛。不要纠结那动作了，下次陆克示范。什么啦？什么意思？笑死！其实接吻的衣服才是最危险。哦，明日接吻吗？有可能。好了，我等等请 Lucy 示范。独自做姐姐可能坐不住。我想要偷走林姐的心，这样我就变成林姐心。结果手牵手都很安全，手牵手对、啊，安全到爆。看来我比卢卡还了解 MC 要说了什么，武器该选我了吧？因为连假其实真的有点过了久，你们可能比较记得我在讲什么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了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了。不，我还是不太清楚旨意是什么。旨意是，旨意原本是协助我们，协助小高的人，对。原本是这样，就是协助，有时候协助小高，然后有时候可能洋洋不在的时候，他就帮他念稿之类的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后来海翔，其中一位演员他不能上场，所以后来变成高雄场，就让他上场这样，对，对对对，剧场精神，手牵手很注意一下就是。本家的手牵手防人衣服超防守，卢卡自己最喜欢哪一件公演服装呢？这次公演吗？这次公演的话，我想一下，应该是 UNI 曲。条码那个材质其实还不错，就不会太紧也不会太松，就穿得很舒服。条码那件最喜欢，其他我现在穿类级的衣服的样子，对，我以前穿面面的，可是面面的太紧。其实类级的也没有到很松啦，对对对。应该说他们两个都很松。子怡那天也是看演唱会吗？你说FG 吗？不是不是，他应该是练习完吧，还是约会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就是真的是刚好路过。就算是安全到爆的衣服，你穿起来都超好看，谢谢。你们最喜欢哪件衣服？其实我当初还在想年假是哪个年假，对，已经过了很久了。
关于辐射是包含耳环。对，你会想穿穿看温布顿的衣服吗？还好，但觉得很可爱，就有一种对啊，温布顿可爱是可爱，只是我不想。我知道我没办法，我穿的没办法可爱到那个某个程度。天发真的很好看，尤其是你那个耳环，嘻嘻。面面真的很瘦，对，林也其实他也很瘦啦，对，只是面面这边真的太瘦。手牵手那件真的很可爱，难得有裤装，没事，下次一定还有机会看到你的条码。我觉得温布顿的服装最可爱 ，Innocence 那首蛮好看。第二段全员裙那件好。只要是卢卡穿都很好看，选不出来。最喜欢你 MC 那套白色蕾丝很仙哦，真的吗？是不是一家单队长做 MC 就多了很多谐音梗？我不知道。但我记得一家他本来就比较会用谐音梗啊，对，他本来就。但其他人有没有被影响到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温布顿很可爱，但看多次好像就蛮。卢卡喜欢唱过年歌吗？浪漫火箭，浪漫火箭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那卢卡现在最喜欢，自己喜欢的是有一点成熟的风格吗？算是吧，就是太可爱，我会觉得不太舒服。想说这个太可爱了啦。洛卡现在的体重才健康，那件白色的有点像 reset 的某一件。reset 的某一件，哪一件？真的，这次听起来火箭真的有。过年感吗？公演的衣服太多蕾丝的，是不是都不太舒服？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不会啦，不会。对啊，就是一开始我也不敢穿，我穿那个逆转王子殿下的裙子衣服，我会害羞一样。对，我怕卢卡听不懂这些梗，我都。不敢乱跟你说，对，对，黑加力是怎样？这也是谐音梗吗？朱莉安晚安。洛克下次会不会也突然说出一个谐音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从一开始听到浪漫火箭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像在过年。你认为现在不是都要穿可爱的衣服吗？可是要分年纪啊，我穿国中生的衣服不觉得很怪吗？就是儿童服，你们应该知道儿童服吧？儿童服都长得很可爱，可是我穿同个 size 的，我穿大人 size 的儿童服，不觉得很怪吗？就一样的概念，可爱的也很适合你，对，可爱也有分就是那就是。分年纪嘛，拼图那件差，个人觉得差蛮多。拼图那件比质感感觉比较好。王子那件你们谁穿都不奇怪，对，后来看习惯。对，荔枝说被塞了，还好我没有变黑，没有变成黑加力。什么是黑加力？是一个水果吗？你长得很年轻啊，谢谢。这就是像卢卡不想拍短片一样的概念。有部分是重叠的，对。
可是你跳逆转王子超可爱，谢谢。我后面就完全不害羞了。对，那首歌也很可爱，衣服也觉得很可爱。我知道你不会喜欢那种很可爱，也不是不喜欢，是也不是不喜欢，就是觉得自己不太适合的感觉。就是别人可以更可爱，但我没办法。嗯，逆转王子超级可爱，竟然会害羞。现在不会了，对，只有一开始。卢卡的新特效猫猫也是蕾丝，不是蕾丝可以，是不是蕾丝不行？就是看，现在是我穿那种萝莉塔衣服，会觉得害羞一样的概念，就是现在说，我觉得我适合的应该不是这件这样。可是已经长大了，我身边很多女生不太喜欢太可爱的风格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相信就一样的感觉。嗯，只是不是不喜欢，是觉得自己比较适合别的风格的。对，应该是这样。什么儿童服很棒。像这次的升学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不算，就对，就是这次的主题不算是我拿手的主题，嗯，应该是这样说。以前黑加力很便宜，现在跟便当一样贵。哦，巧克力吗？不是，是什么东西？感觉巧克力的衣服比较可爱的刚刚好。我也觉得巧克力的衣服很可爱，比本团我觉得比本团的还要可爱。其实有像很像曼陀珠一样一条的软糖，叫黑加力哦。哦，啊，是不是那个很好吃的？就是软糖，然后上面全部都是砂糖的那个糖果。哦，对，那个好像叫黑加力，也是有大人喜欢穿儿童服的特殊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也是有，对对对。感觉你会蛮适合，真的吗？我怎么看都觉得我比较适合前三个月的。对，这个月你应该不喜欢很清楚，也不是不喜欢，只是 pose 表情就不是很拿手。对，有有，我有吃过，很好，很喜欢，很喜欢，很好吃。所以不能送你萝莉塔衣服吗？我应该是不会穿，而且萝莉塔衣服很贵，不要乱送，真的很贵。不过那是要给粉丝看的，粉丝觉得适合就没问题。嗯，对啊。那五月升学你拿手吗？五月吗？五月。嗯，是不是快要五月了？对，比四月拿手，对对，两条没特价都快一百哦，真假的？难怪我最近都不买。对，我昨天买冰淇淋，很好吃。对，圣代冰淇淋，两个109，在711。难怪卢卡这次照片比较少，嗯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我看七七都放弃治疗了。你说四月吗？萝莉塔衣服超贵，那电波少女的衣服呢？电波少女衣服，电波少女衣服是什么？电波少女，电波少女。你说二月主题吗？是不是？是电竞少女还是电波少女？看五月很可爱，我最喜欢卢卡的罩盒跟婚纱啊，那个我也蛮喜欢。哪个月你拿手？我比较拿手的就是挡车少女那种的，因为我发现我不笑的脸
比笑容好看。又开始吃新口味抹茶哦，没有没有，因为太贵了。但我再过几天可能会买，对，因为这礼拜我会有，我这礼拜我要拍照，对，所以我不能吃太多。那个也算地雷系吧。谢谢 M 先生续飞哥的粉丝团。如果钻到底的话，变成地雷系。可是对我来说的地雷系是什么？上衣穿粉红色的衬衫，然后这边有蝴蝶结，然后裙子是穿黑色的那种。对我来说不是。对，卢卡波喜欢，我觉得是宅系，少，但不算是地雷系。卢卡波喜欢的主题业配照片少，然后很晚才会发。卢卡啊，谢谢 Echo 送我这期玫瑰。单车少女真的好好看，好辣，好漂亮，谢谢。那你以后对我笑就好。厌世主题之类的，对，就是厌世主题，眼睛可以长开，然后因为我嘴巴，我不笑的时候就是晚上，有些人不笑的时候嘴角是晚上，所以看起来就没有厌世感。嗯，对，我不笑就这样。那为你笑起来很棒，谢谢，开心。有机会再说厌世主题吗？不知道哎。拍照，期待影片啊，期待照片。对我来说的地雷系是穿迷彩服那种那算是军队系吗？我比较期待真的推出梗图系列，地雷挂号物理，反差萌更可爱，兔子很可爱。卢卡不笑会以为卢卡不笑会以为卢卡在生气。哭哭，我没在生气哦。军事风，不笑的时候眼神真的很迷人，你笑起来我会超级晕，开心。如果是梗图的话，卢卡想要哪一张我就烂。背大耳狗玩哦，背包的那个算吗？那个就有一点算，看衣服啦，看衣服。跟妆，你对我笑的时候，我觉得整个世界都静止了。很爱你的笑，哇，很会讲哎。迷彩服是森林系，对，森林系也有，就是有不同的。森林系也是一个女生的穿搭的，女生穿搭的一个讲法，就是感觉像森林里面的精灵的那种感觉，就是。通常是穿白色或是浅色衣服，然后都是长腿，不是，都是长裙，嗯，就是穿得很保守。卢卡生气会怎样？我有看过，下次可以再一次吗？我帮你后置。我就在那，不就跟爷爷？我就那。我就认了脸，有点忘记了。等一下，好像是这样。我就烂，你也烂，不要吵了，大家一样烂。以后抢不到票就用这个梗图，我就来。看来我们要出就烂题，不用啦，不用。图是出有了，不用不用，可以做衣服了，不用。
我是在说各位都是笑死，别当几百人要烂一起烂。我看一下 pose， 还是这样。他要分很多 pose 哎、欸。但你第一个，我觉得表情非常比较好，开心。入口有时候闪现很可爱，耶、yeah ！这是经典，我觉得就好，你拿捏得很好，谢谢谢。哦，也有我就烂死，笑死。是说入口今天要开两小时吗？哎，不要好了，今天让大家早点休息哈。哦，他给人打赏了。哎，爵哥之前也说不用，结果现在草组满满的大连梯。不愧是演过音乐剧，草组好像现在全院都有大连梯，不错啊。其实还蛮好笑的。爷爷有教你怎么了？没有，大连梯不想违反营运规定吗？不要卖，不要卖就好吧。你也要大连梯吗？拜托不要，我绝对不要。谢谢图师的一封信，谢谢图师的一封信。穿了会被卢卡炎吗？可能会哦。嗯，可能会。温江，我今天回家之后没有李碰家啊，谢谢，这是谁送我的？谢谢，看一下刚刚是谁送我的呢？熊爸，谢谢图师的熊爸啾啾。大连梯感觉就是李排成，大连梯我也不敢穿，不要了，真的不要。凤姐，你不能抱我下来的，嘿嘿嘿。凤姐也知道我受伤，对，因为我受伤的时候我大叫。谢谢 Lego 的真情告白，而且我那时候还用那个火，我想啊不行，我要先关火，但我没办法，那时候真的痛到没办法走路，然后我想说哦我要冰敷，但我好痛，我真的没办法，然后先躺在那边几分钟忘记了，然后才可以走路，然后发现走路的时候会不舒服，就很想吐那样，所以我以为，因为我有听说过人骨折了会想吐，对。但是真的，我只有那时候会想吐，然后拿冰敷，然后就一直坐着，很厌世，都没有跟家人一起住，对不对？嗯，对我一个人住，还有碰见，还好没有家。我昨天煮火锅，所以就顶多水滚得很严重而已。对对对，嗯，很大而已，嗯。骨折会想吐吗？我听别人是这样。你的脚是要抬高，我比较不会肿。有，昨天超，可是刚开始在地板上，我也没办法抬，我也真的没办法怎么做，想说啊，我要赶快冰敷，可是我不能走路。然后就超过八点了，想说，后来有吃饭吗？我快十点的时候才吃饭。哦啊，光讲还没有。我今天晚餐吃史基亚的那个鲑鱼冻。光讲，ダメでしょ。何考えてんの？ダメでしょ。啊，对，我要给你们看一个东西。我今天拿到我的周边商品。你们有吗？哎呀，我家已经有提子了，不用。有啦，我要吃东西，只是后来煮的比较晚而已。对，我也还在想，你是不是该照 X 光？应该还好，我觉得是韧带吗？受伤，昨天担心到睡不着，对不起，是。
然后当时就是一直在做那个低电疗，对，我在家里做电疗跟冰敷，然后也有绑东西，就是压，帮他压着。但因为昨天有点还是有点痛，所以睡不太着，可能我绑太紧了。他知道你不能上去抓，真的很可恶哎，碰见好可恶。你家就是那个啦，低周波电疗器，那个应该那个是可以用，就是肩膀很酸的时候可以贴在这边。谢谢米酒的一颗心。我今天也超担心没开播，真的很抱歉，我今天是真的是睡死而已，真的很抱歉。我明明设闹钟，结果我全部都关掉了。好巧哦，跟你吵三次，嘿嘿，关东煮的妻子。汉堡王有素食汉堡，入口要不要？今天本来想买，对，我们今天才拿到而已。对，终于吃到了，有点像鳗鱼饭，今天吃的鲑鱼饭，因为是照烧的样子，可是很贵，209。但想说今天我一定要吃好吃的东西。昨天真的吓到，宝宝，看一下哦。还好你是睡着，我还以为去看医生，发生什么意外了，真的很抱歉。我刚浪跟 IG 耍了一个半小时，ごめんね。啊，剩14分，我开，我还是开到2个小时好了。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很累，可以先睡觉。20分钟而已。我有2只哦，真的哦。要看韧带有没有裂伤。这是可以看吗？我每次去骨科，他都帮我那个用超音波，也说哦发炎呢、欸、这样。可是我不确定他们能不能看有没有裂开。入口还到超过1小时没意外是碎石，但是还是会超担心。超音波可以看得到，了解。我之前很久以前左脚扭伤过。结果我一直都没去看医生，然后好的也超慢，可能是两个月之后才会好。然后发现现在左边某个骨头是突突的。真的，虽然知道你会睡着，但也怕你会又受伤。我每次去骨科真的很会胖。我打篮球被哇，真的差点断掉。卢卡直播完10分钟，我脚踝也突突的。我现在突突的是这里，这边，这里，还有，我这边也是突突的，但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这边就是一个凸起。哎呀，上山完全没有骨头坏了也不知道，所以才要看，了解。骨头坏有时候会移哦，哦。肿起来嘛，对对对，就是骨头有点凸的感觉，然后这边的皮就越来越硬，但我不确定，但我觉得，上面这边应该是扭伤的关系，可是后面这边是，我就不知道，我本来就是这样，骨科可以吧？好，那还是要看医生。先说你的膝盖伤口好多了吗？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好了，还是有点难看。我有涂药，但我觉得没什么用。干嘛啦？哎呦，你真的太常受伤。哎，对呀，我真的太常受伤。啊，真的好难过。我已经很多次公演前扭到脚，只扭到脖子啊什么。唉，他倒霉，到底为什么？其他成员也不是，对啊，有些成员真的不会受伤。哎，里面有附这个，4周年的，
你目前平安两个月过了吗？有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没有也好好哦。那应援物大礼包吗？反正就可以带回家了。皮卡布的衣服，好可爱。对呀、啊，变成粉色了。两个月是极限，还有这个，这里是四周年的毛巾，这是大礼包。这四周，我们家已经有过多的毛巾，但这个东西可以，就是不知道能，不知道应该要用还是不要用。五周年会再卖一次。还好叶君的两个月没事，且那时候还对、啊，那时候我还是有伤口。那其实上面的女生是我最喜欢的人，若凯认识吗？嗯，我认识啊，当然认识啊，可以拿去当抹布。我蛮喜欢胸这个吗？我也觉得还蛮好看，不知道这次是谁。这次也是类级设计的吗？还是七七？没想这是谁设计的？想说你们可能知道，我也是后来你们说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是三周年是类级设计。我后来是在楼下超市找到同款的关东哦，真的哦，猫咪的作者设计哦，真的哦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皮克布也是，这个也是吗？原来是这样，哦，我只知道手牵手是，上次有讲过吧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，因为是周年，原本公司也说，就是开放成员设计这样，但我不确定有几个人报名，嗯，所以我还以为是。有人对，就是成员设计的，是周年舞台上有讲，我知道手牵手的 logo 是 Kuroro 那边设计的，对对对。会有钱吗？你说设计完吗？当然有啊，当然有啊，就是如果姐姐说 OK 就会一定有，不可能，这种通绝对不可能是免费的。很多钱，我这多少我就不知道。所以你有投稿吗？当然没有。被选上的作品应该都有奖金，一定有。那上次你有拿到钱咯？应该有吧？嗯，对啊，就都设计了，结果拿不到钱也太可怜了吧？一定有啦，下次入考要投五周年。设计 logo 其实蛮一件蛮难的事情，下次挑战看看，下次吗？若凯加油，下次能看到你设计，不要，好难，不是，应该是很花时间。对，好啦，谢谢刘佳，拜拜。我觉得我放在这边破茧会不会玩？放这里好。投一下，我觉得是有声，但是也不一定会被用到，这样就浪费时间了。对，那本姜，等一下我很认真画，然后每天熬夜画，然后最后没被选上，就会难过。本姜应该会去玩吧？本姜阿松姐那边怎样？过面呢？好，剩十分钟，说不定没有人投，只有你，但我不知道。五周年会怎么样？碰见看到这种东西很开心，让他在地上，碰见有点心哦。今天辛苦了，好就够了。好想吃甜点哦，虽然我今天晚上要了200多，但今天想吃甜点。只是我们家现在没甜点。如果今天晚上吃便当，你刚没在听吗？我今天晚餐吃苏琪亚的鲑鱼冻。然后味道很像鳗鱼饭，很好吃。好，现在去好像已经不会有打折了。
抓到了罚站。我第一次去 Sukia 买了超过200东西，我可能接电话吧。好啦好啦，没事。卢卡，我快真不准，明天早班晚安。好好好，明天早班。对后、哦、明天礼拜一，加油加油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原来是鲑鱼饭，我听成鳗鱼饭。对，鲑鱼饭，然后味道很像鳗鱼饭。刚刚被客服骂，哎，辛苦了，我超讨厌被客服骂。我都没理由，都是我的错。还好我明天早上没课，嘿嘿，ぽんちゃん。ぽんちゃん、お座りして。足が長いね。ぽんちゃんの腿好長哦。ぽんちゃん、足がはちゃめちゃに長いですね。あとでチュール食べるもんね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てね。ぽんちゃん、あと10分待てる？待てないの、ぽんちゃん。待てないの。ぽんちゃん、チュール待てないの。我原本直播到10:30。我家妈在哪里啊？可爱一点是不是？啊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我太喜欢，好可爱。我家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，不要用指甲。那喷钱的干嘛干嘛？真直播来了，我明天要去新公司报道哦，真的、哦，加油加油！那你也可以早点休息，没关系。我明天六点要起来，但是事情还没忙完，加油，你也要加油。你要去炸公司哦，明天上班好累，如果可以帮我加油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上班加油！谢谢一凡的一颗心。原来今天是 Sukia 可以遇到卢卡屋，后悔没去。你又不知道我去哪一家 Sukia。卢卡要帮大家加油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加油！加油，大家上课上班加油，上班上课加油。哎呀，是不是什么东西掉了？我等人再看一下。Oh my god！哎呦！我们家最近不见了很多东西。卢卡明天放假吗？除了直播以外，然后我要去看医生。对。卢卡吃过生物的汉堡排吗？我觉得超好吃，我也觉得不错。只是，对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不见的东西跑哪里？你真的要需要去看医生？等等要去睡觉，可以帮我加油吗？好啊，睡觉加油。是这样吗？不是，大家明天加油。卢卡礼拜二一个很大的报告，可以明天直播再帮我加油吗？没问题啊，当然没问题。希望我明天可以开直播，希望我明天不会迟到。不要失眠，没错。啊，我在想明天等等晚餐要吃，不是等等甜点要吃什么？但我不能花太多钱了，因为我前天吃起司蛋糕，然后昨天吃两个圣代，今天应该要吃什么呢？全家不是都晚上特价吗？超过12点就没了，就是过期的东西嘛。那卢卡，你可以帮我喜欢的女生脚踝加油吗？她最近晒衣服扭到脚，好，没问题，是我吧？刘家的脚踝加油，卢卡也是娇娇，加油！感觉你吃比较好，最近吗？没有，就最近的快乐就是吃东西。真的不能这样，我以前的快乐不是吃东西，但是我不，今天要努力出席，还是该吃好一点了吧？对，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云爵。我今天还喝一杯饮料，今天的饮料是Momo跟 Mina 请客的样子，还是 Momo 请客？我也不知道。希望我喜欢的女生下礼拜运气能好一点。
那我昨天也去夜市吃东西，搞不好真的另一个女孩也脚踝扭到，就陆克喜欢的女生吗？有可能哦。你以前的快乐是什么？我以前的快乐吗？我想想，对啊，我以前的快乐是什么？我突然想不到。我以前的快乐，因为我加入 TP 前，我在减肥，那时候我对吃东西真的还好。我以前的快乐，我真的想不到哎。看动漫吗？可是也很少看呢。我以前快乐应该是看搞笑节目，对，应该是。打电动，对，可是打电动需要一点时间。对啊，我之前有打电动，最近真的比较少。但是最近都我没有，我不会特别想去玩游戏这样，你之前说以前不是说没有快乐吗？啊，也有可能，以前没那么快乐。对，打电动真的很花时间。搞笑节目像搞笑一直那种，我想想，我最近看了那个连续剧，我看了那个叫什么韩，有一句韩啊，有一句韩国的连续剧啊，有一部韩国的连续剧，什么？那叫什么？等一下，对不起，这应该可以。那个就是主角要报复，就是以前高中的时候还是国中，好像是高中的时候欺负他的黑暗荣耀。哦，对，没错，我看了，我也不是最近看，好像连假的时候开始看，我也忘记，反正我已经看完了。黑暗荣耀，耶，你有看？对，我有看。我好运超运公演完怎么运是对吧？没问题。我主管他们上班都在讨论哦，真的哦。就我看第一集的时候就觉得，这是什么连续剧啊？然后为什么看完就这么心会不舒服？然后继续看就觉得，哦，其实还不错，对。如果之前有在看韩剧吗？真的没有，这是我第一次认真看完的韩国的连续剧，对。可是被韩妞讲走了。很推荐台湾的模仿犯，也是最近流行的吗？很沉重，就一开始就是一直被看到他被那个女，他被就是欺负，就是被5个人欺负，对，就是最可怕的是他把那离子夹，就是炭卷的那个，直接就是塞在那边，因为我前阵子我也烫伤，所以知道那个多痛，我那时候是烫伤手而已，不是这里。所以那时候就已经很痛，我一直在冰敷，还是很痛。结果他是全身不，真的很可怕，所以一定很痛。铁板烧对，然后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，我看那种就是会痛的时候，会痛的东西，我真的心真的会受不了。我想说，为什么大家都推荐这个？我真的搞不懂。我原本想说，我看完第一集就不要再看。但是因为真的大家都在推荐，你要继续看，你才会不会那么不舒服，对，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，白盖洗的那个叫什么，半泽直树一样，我就只有看第一集，所以觉得不舒服，我应该要看到最后。朋友推荐的，朋友跟 TP 成员一堆人不是在那个吗？推荐吗？对，反正就是真的大学朋友啊，高中朋友大家都在看，想说啊那就看一下。对，越看越舒服，就觉得
角色一个一个死，就是讨厌的角色一个一个离开，可是最讨厌的最后才会，真的是最后才会被报复。对，前面越惨后面都会越开心。对对对，卢卡喜欢看，其实也没有很喜欢，就是我不想看，我看第一集会不开心。你刚刚超腹黑，好好笑，因为真的那个女主角就是欺负她的女主角真的不行，然后世界上怎么这么有坏的人。我之前用电锯棒的时候呢，错自己烫自己，对对，我也是这样烫伤，我也是这样烫伤手指，然后那时候超痛，很痛，真的很痛，就是一点点这里而已，就那么痛，然后这边一定更痛。越讨厌要留在最后面，那最喜欢的呢？最喜欢的就是他的那个他的男朋友。我是玩我姐的一次假背探棒，糟糕，电锯棒没有共鸣，你真的很痛。对，他一秒就很痛，真的。我之前只有拜拜那个，哦，那个很烫嘛。为了黑暗的东西这么多年，但我还是保持一颗善良的心，也不容易。我是做麦当劳时被油锅烫到，很气。模范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模范吗？我想看一下。哦，还有那个，最近前阵子有看有一个日剧，好像我忘记叫什么名字，也是很好看的。初恋吗？哦，不是初恋，就是主角要一直重复人生的一个日剧，然后脚本是笨蛋主义写的。就是巴卡利什么重庆人生吗？是这样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只看日文，有可能是那个。这种现在蛮多的，忘了叫什么，水川麻美演，哦对，可是她不是女主角，那个超好看。对对对对对，重启人生，不是重启人生，对不起，重启人生。对对对，Ray 从零开始那是动漫吧，那就是重启人生，不过我没看，我觉得蛮好看的，就是那个就第一集就看完第一集就不会那么就是不好不喜欢，很喜欢他的设定。对对，就是后面越看越觉得很好看，就是好想继续看哦的那种。重启人生好看，原来大家都有看，那个真的很好看。来你，好啦，很可爱，也不讲。对，那个不是黑暗的，那个是真的是好笑，都是 happy end。还有，而且是脚本是日本的搞笑艺人写的，所以我个人觉得蛮有趣。嗯，卢卡之前都不推荐剧，对，可能是。最近真的因为大家都在看，所以我想说我要跟风。但是模仿犯我一定会，我蛮想去看，那不算是艺人吧，作者他是搞笑艺人啊。对，没看没话题聊。对对对，这也是一个原因。重启人生我记得一开始评价不是太好，所以我就没追。哦，真的哦，卢卡不是不爱跟风吗？是没错了，对对对 ，Netflix 就有哦。好啊，那我可以看一下。好，那今天直播就差不多了，辛苦了大家。我推的还是哦，对，那个我也有点想看，就是是那个吗？宝婴儿在那个做 otage 的那个吗？还是不一样？对，推的孩子剧情有点什么，哦，是一样的哦，了解。就是因为最近 Twitter 上就是
很流行，就是婴儿在这这这这那个影片。好，那个我一定会看。有点病态的剧情，哦，病态哦。那搞不好我不是很喜欢，但还是看一下看一下，嗯。好，那先这样喽，对不起，已经12点了，大家早点休息。今天的第十名是凯毅，谢谢凯毅。第9名是何先生，谢谢何先生。第7名是盛元，谢谢盛元。第6名是可莉露克，谢谢可莉露克。第5名是 Legun， 谢谢 Legun。第4名是一凡，谢谢一凡。第3名是 M 先生，谢谢 M 先生。第2名是强哥，谢谢强哥。第1名是吐司，谢谢吐司。如果是只算今天跟昨天的，搞不好强哥是第一，但没关系，对不起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幸福的一个笑跟晚上，对不起，谢谢你们等我，真的很感动。好，我要去吃甜点了。啊，好久没有讲这么久，谢谢大家，早点休息哦。啊，也对不起，今天公演只能跳2首，真的很抱歉。期待我的婷婷，期待我的粉丝们。啊，我原本很担心，我等一下开播怎么办？我可能会哭吧。但是因为我刚刚睡过头，就比较情绪现在比较没那么难过，偏难过。对，虽然还是觉得很可惜。对，好了最重要，谢谢你们，好贴心哦。睡过头，情绪没了。五月应该可以看到完整演出吧？希望可以。好了，谢谢，辛苦你们了，晚安喽，大家拜拜。